腐妞呢，那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家们，这个是俺家，俺这是俺家三爷的儿媳妇儿啊、哦，那个，老大是俺家三爷的姑娘。操你个，咋的了？啊！你现在呀，腐妞呢？腐妞出来了，腐妞呢？我看来，腐妞来，我看哪个手咬坏了。这手咬坏了吧？妈的，出血了吧？出血了！我操，这个地方出血了！行了，这个地方出血了。嗯，是哪来的血呀？哪个地方咬坏了？这脚底下没事儿啊？这个脚怎么出血了呢？啊？我看脚底下出血了，脚掌底下也没出血啊。指甲，后指甲，指甲，先把别的关起来。哎，是不是老四出血了啊？咬指甲了，指甲盖出血了。不是啊，不可能指甲盖出血。我操，那指甲劈了。起来三，你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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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我试试一下，我把他们几个关起来啊。哎呀，这么气人了，老四进去。来，三进来，三进来，三怪来，三怪来，三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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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给你玩，三进去，进进进进，三进进进进进进，进三进去，进进进进，三进去，你看看，老大你上这边来，老大来，老大，老大你跟腐妞一个笼子啊，好，老三进去，老腐妞，不用腐妞不用进。这天天太忙的人了，啊，太忙的人了。三万进来，三万你进来。翅膀拿来。三进去，三进去，三进去，再进去，三一二三进进进，三进去进去。腐妞出来，腐妞出来，腐妞来，腐妞出来，来，皮蛋进去，腐妞出来，腐妞，我操，没少出血呀，腐妞出来，腐妞来，哎呀，我给他检查一下子啊，我去拿碘伏去啊，家人们，我碘伏拿一下子啊。
虎妞来，虎妞坐这儿来，虎妞，坐这儿，不许动啊！其他回去。我到了，我上了，那两个地方坏了。这个不是指甲的事儿，我看这个手出血了吧？我看，虎妞，怎么了？那我拿纸巾给它擦一擦。就这还人护着老四，人心都这么不善良吗？谁护着老四的？谁也没护老四啊！你没看我揍他吗？让你没看我打老四吗？啊？咬这个，它这个咬这个小垫上的，就是一层皮儿，知道吗？啊，上面剪胡吧，来，往上剪胡吧啊，很小很小的一个口子啊，知道吗？没事啊。它是咬坏了一点，它就越往外出血啊，坏一点就越往外出血，知道吧？所以现在先没事，我先给它上点剪胡，啊。现在找着伤口了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啊，对吧？把里边这个东西给它，底下伤口里边有个小毛毛，听到没有啊？什么？小虎妞回家了？啊，小虎妞。不行啊，这整个一粒三百圈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他得总舔呢，他得总舔这个伤口啊。
这样整也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是人才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啊，现在没有1-3外圈。现在没有意思啊，就是充电都关门了。挺大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多大伤口。纱布包上，你可拉倒吧，家伙，这个伤口只能晾着它，不能用纱布包。创可贴，创可贴管用吗？老铁，你以为他是人呢，家伙们，他也不是人。你说腐妞，我给你贴个创可贴啊，你先别动他，怎么可能呢，老铁？啊，他要真要是不动的话，跟你说，腐妞这智商啊，比我都高，我跟你说。他不可能不动，你贴啥都白费，家人们知道吧？他怎么可能不动他呢？缠上行吗？你缠上也不行啊，你缠上不得给你拽下来呀、啊？不用缠上，家人们啊，像这种伤口，它越暴露越好，知道家人们？它出完这点血，它就不出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、嗯，还有毒了，这伤口不小啊！他就是出完这点血之后，他就不出了。啊、嗯，他就现在有血，是没有多深，家人们，这个伤口没多深。那不你媳妇吗？啊，那不你媳妇吗？啊，那咬媳妇，那咬媳妇啊？我操你哥的！你说哪逗我呢？你在逗我呢？你在这块儿啊？你们净向着老四说话，净向老四说话。那腐妞都养成啥样了，还向着老四说话呢？啥呀？都向着我四哥说话啊！啊，那腐妞不是狗啊！你们瞅腐妞不心疼啊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老四啊，以后再咬他，你再咬他，你看我怎么削你，听不听着？你听着声，老四，下回你再咬，我跟你说，你脑瓜就这声，听不听着？老师，那不你媳妇吗？老师，对不对？那老爷愿意打你吗？那不你媳妇吗？啊，疼不疼？打你疼不疼？啊？那不你媳妇吗？老师啊？啊？能欺负媳妇？你媳妇给你生儿育女，四哥，知不知道？给你生孩子呢，以后谁给你养老啊？那不还得儿子吗？啊，老师啊，谁给你养老？行了吧，家人们，这回公平了吧？啊，家人们，这回公平了吧？啊，我给老四好几棒子。行了，三位，我妹。
您三不愿意了，您三不愿意了。行了行了，啊，让斧头进，让斧头在笼里待着吧，家人们，别让斧头出来了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，啊。